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咁今日咧，我就会讲一个 cupcake 嘅指甲嘅。咁讲一讲要啲咩先啦？首先，我哋要一支 base coat 啦，一支 hot pink， 一支浅粉红，一支白色，一支 top coat。呢一支浅粉系可以有可以冇嘅，一支笃波店嘅笔，同埋一支画线嘅笔。好，咁我哋而家开始啦。首先咧，就系将所有指甲擦上 base coat。咁因为我系用 sugar gel 嘅关系咧，所以我事先咧就磨咗啲甲，咁你见到啲粉喺度嘅。然之后咧，手指公、中指同埋手指尾都擦上我哋嘅 hot pink。然后啦，食指同埋无名指咧，我哋就擦一半嘅粉红色、浅粉红色。咁呢个浅粉红色就系 cupcake 嗰一个杯嚟嘅。跟住咧，我哋就用粉红深粉红色啦，就喺上边画一啲间条。然后我们就用笃波点的波点笔就点一些白色，然后在上面慢慢地画 cupcake 上面那个蛋糕的 cream 的。跟住我们就在 cream 上面画一个小小的心。跟住我们就拿浅粉红色在旁边可以笃大约六点左右啦，就作为一个装饰嘅。咁跟住啦，呢一 part 咧可以做或者唔做嘅。咁如果你觉得手指上面太空嘅话咧，咁你就可以点一啲银色嘅闪粉喺上面啦，然之后再攞支笔慢慢咁样填翻嗰啲窿窿佢嘅。咁如果你觉得唔空嘅，你指甲比较短嘅，咁可以呢一 part 就唔做啦。到最后啦，将所有指甲游上 top coat， 咁就大功告成噶啦，系咪好简单呢？快啲帮你嘅指甲换上新装啦，拜拜！记得 like 我条 video 同埋 subscribe 我 channel， 仲有睇翻我上一条 video 啦，迟啲见。